这一次呢，我跟文丹来到清景泽是要进行一个水果之旅。甘っ！先がすごく甘い。美味しい。大家看这一颗草莓真的是超红的。こういうリンゴの方がやっぱり美味しいですね。ここにちょっと指を当てるようにして、ポキッ繰り返すか。大家看它这个切面，它的水分超多的，好甜哦，好好吃哦。而且他们这里苹果真的超多，我觉得采苹果蛮好玩的，就很适合家庭旅游或者是一群朋友来这里玩。